哎，你行了，这么多人，你不嫌丢人呢？老娘的血本钱。嗯，三头，啊，来，钱我给你弄来了，但是你要弄不到十张羊皮，我得要回来。行，这十里八村放羊的我都认识，保证啊，晚上给你找到十张羊皮，等着吧。回去嘴上上点药。海棠姐，炸药已经安装好了，你有多少胜算？从在侯山的试验情况看，威力很大，完全没有问题。炸药是赵团长送的，效能很好。为了减轻炸弹的重量，我把它们的比例重新进行了配置，没有100%的把握，但不出意外的话，有90%的胜算。嗯，只要控制好热气球的浮力和炸弹重量的比例，再排除受到风力的影响，再算好热气球放飞时需要的距离的动力，这样热气球就会准确无误地进入堡垒。当炸弹碰到地面受到撞击，撞针就会弹开自动引爆。好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赵团长答应给我们一个排的兵力，配合我们的行动，我们找他去。好。哎，人家赵团长不在，咱借人这块地儿开会，这传出去丢人。有什么丢人的呀？咱们自己家人开会还用通知他赵团长？谁跟你是自己家人？好了，都别说了，在这次攻打堡垒之前，我们需要做一项准备工作。啊？还有什么准备工作要做？陈英，你不是打过猎吗？那我问你，如果猎物在洞里，想把它逼出来，有什么办法？灌水，放烟，最重要的是在洞口设下圈套。没错，我已经观察过了，它有一个正门，旁边还有一个侧门，侧门就应该是小鬼子逃生的地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小鬼子就得从侧门逃啊？你是不是傻？正门被我们堵上了。真傻！你傻！你傻！你！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正门佯攻，同时投放炸弹，逼小鬼子从侧门逃出。那怎么才能找到侧门啊？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观察过了，你们两个开会能不能好好听？就是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你开会能不能你都别说了，准备一下，马上出发。哎，海涛，哎。
组长，谢组长，严医生被抓了。所有人退后，把枪放下。日本老鹰，我是中国老鹰野山鹰。我告诉你，我从来不知道后退两个字怎么写。我现在命令你把人放，否则我就开枪了。开枪啊，有本事开枪。